跟幽灵都是 ghost， 是 phantom， 是幽灵。phantom 啊 ，phantom of the phantom 的那个。剧院魅影。那老师告诉你，你们其实大家害怕什么？因为有栋楼里面也根本没有人，又发出很难听的声音。哦，那其实呢，后来有没有发现是怎么回事？